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讲到啊，一切肉尽说藏道法啊，这个其实你修什么法就会成为什么，你修佛法，你最终能够成佛；你修声闻法，最终能够成四庄八辈、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你修辟支佛法啊，你能够成辟支佛；你修人天法，你可以成为人天啊，做人或升天；你修鬼神法，你未来会成为鬼神啊。那其实很多修学佛法的人，其实很多是参了很多鬼神法，真的，他以为这个是佛法。那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位所谓的佛法很多都是以鬼神啊，皈依鬼神啊，啊修的是很多是鬼神法。那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要特别注意的啊，真的啊。那另外啊，除了这个藏道法要清楚之外，就是我所说道啊，四位里面我所说道能出世间啊，这个就是解脱法啊，解脱法出世间的基本上就是解脱道啊，或是菩萨道。菩萨道是四出世间啊，那解脱道是出世间，人天道是世间啊，那么基本上是这三个啊，那就是佛法里面的五乘共法里面啊。那么我说道，我所说道能出世间，那这个道主要是什么呢？啊，那后来的佛弟子把佛说的出世间的道结集起来，就是所谓的七类三十七道品。但是其实佛说的不只是这一些啊，比如说八大人觉，八大人觉也是出道法；七圣才啊，他也是出道法啊。然后三无漏觉，后来我们说的三无漏觉是欲流之啊，那么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佛弟子后来把佛常说的，那么把它汇集起来，就现在我们说的七类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个是后来佛弟子把佛所谓的出道法，那么把他常说的，把他这七类，那么把它编在一起，就变成三十七道住道品法啊，其实是这样的。那第三个就是哪些是藏道的，第四个就是告诉你哪些是住道的。那么藏道的你要避免，住道的你要精进的修学。那你很多人就是住道的他不修，藏道的他一直修，所以就变成你就越修越不行。那这个是很常见的。那么越修烦恼越大，越修我慢越高，越修脾气越大，越修越贪。这个是很常见的啊。为什么？他没有修到住道法。他修的都是什么？藏道法，增长贪嗔痴的方法，跟鬼神相应的方法。鬼神的烦恼比我们人重。天人烦恼也有烦恼，但没有人的重。至少他嗔心不太起。他不会起那个比较重的嗔心。那个贪心也有，但是他也没有那么贪。但是鬼神烦恼比我们重，所以假设你越修，贪心越重，嗔心越重，嫉妒心越重，怀疑心越重，鬼神怀疑心越重，那么我告诉你，你可能修到鬼神法。那个鬼神相应嘛，这种心是鬼神的心啊。就算你没有修鬼神法，你死了肯定会堕鬼神道。那因为你有学佛，你有持戒，那就是做天龙八部。寺院的护法神啊，或四王天底下啊，或是那个韦陀菩萨底下那一些夜叉大将啊，那哪里有佛弟子去护持他的？那还是鬼神啊。为什么？从你的贪心、嗔心、痴心，就怀疑心嘛。很多佛法不知道啊，但是很欢喜护持佛法，很欢喜修学佛法。那你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鬼神法，还是声闻法，还是菩萨法，还是佛法，你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这样修，我就这样修。反正以前的人都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告诉你，你这样很容易修一修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护法神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有一个持戒持得很严的，啊，那然后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沙弥，好像叫真净的样子啊，你们去查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就有写了。记载这件事叫真净沙弥，那这个真净沙弥哦，用了常住的钱，用了常住的钱，跟常住借钱，然后去受戒，因为以前受戒都是要交什么超度祖先会什么的这些，然后衣服的这些啊，然后借了不知道多少钱啊，那可能借了蛮多，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要交至少好像1500、2000，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那个时候受戒是交多少钱，反正就是要有超度祖先会啊什么的。3000块啊，我忘记了啊，要交3000块。好啊，假设我们就说这样，好，他借了跟常住借了3000块，然后去受戒，然后还有路费嘛，好，借了5000块，反正借了不少钱了。那常住借给他的时候，他受完戒没有还，然后那个管钱的当然要跟他讨啊，因为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啊，这个戒怎么可以？你欠谁的钱都可以，你怎么可以欠10方的钱？这个罪是很重的，而且我是管钱的啊，就是他就派人去跟他催讨啊。那他那个持戒很谨慎啊，很严谨啊，自己是不敢一丝毫都不敢放的，缠住的一根针一粒米他都不敢要的。可是你跟常住借了5000块去受戒，常住借给你了，你不还就算了，他还伪造一张收据说已经还了，谁都签名了，可是那个人那个应该是裤头还是怎么样不晓得了，他看了就是这个明明是假造的，根本就没有，你借常住的钱，额赖取也是偷盗哦，额赖取就是借钱不还，他也是偷盗的一种哦，不逾取是偷盗，但额赖取也是偷盗。他说你现在犯了盗戒，你不还就算了，你还用妄语戒，还假造，还假造什么？还假造收据，他就非常气，他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这样看起来非常有正义感，没有错，可是增长嗔恨。好，我们要看，我们说这件事哦，那这件事没有多久之后，没有多久之后过了，这个还钱的这个，他不知道叫什么沙弥，我忘记了，我知道那个沙弥叫真净，那那个比丘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后来这个比丘就死掉了啊，虚云老和尚的道场啊，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因为他非常的憎恨，心里面因为他都没有还嘛，他几天没有还，他就一直这种恨在里面，就一直非常憎恨。然后后来死了，就做那个好像是他好像在云居山的样子啊，不知道在哪一个山啊，大家查一下啊，就在反正就在虚云老和尚的道场，然后就在那边做护法神。那这个真那个虚云老和尚要办传戒，虚云老和尚要办传戒，好像是云居山啊，我已经忘了。然后要办传戒，那传戒的时候就请这个真净沙弥回来做。欸，他因为传戒都要有那个前面那个引理师嘛，啊，要很多引理师，啊，他就请他做来回来做引理师。那结果回来没多久之后，那个真净沙弥后来已经证比丘了嘛，啊，他就被附身，被那个比丘附身。那比丘为什么可以附他的身？他就做护法神啊，啊，他就是嗔恨心，嗔恨心做了护法神，啊，那你看，啊，然后但是他还是因为他持戒嘛，持戒会有威德力哦，持戒会有威德力哦，啊，那你看这个就是你虽然啊，就他不还那是他的事，你也不用憎恨他，但是你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因果，你也不需要去憎恨他，而且你一直恨他。你就是增长嗔恨，这个增长嗔恨基本上就是鬼神法。鬼神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仇必报，恩不一定报。天人的特点就是有恩必报，人家给他一点点恩，他就涌泉以报；受人点滴，涌泉以报，而且有恩必报。鬼神不是这样，鬼神是有恩不一定报，但有仇必报。啊，上面。他的嗔恨心，他怨一个人，他可以十世，
时事都在等那个人，他就是要报复。那么你如果有这种性格，你修的就是鬼神法，很简单，你死后一定堕鬼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邪见，啊，邪见也容易让你落入鬼神。那比如说那个《隐尘回忆录》，谭徐长老的《隐尘回忆录》里面，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些传记，啊，就祖师的传记。那么《隐尘回忆录》也记载一个，就是好像是金山寺一个禅堂的首座和尚。你要知道，要做到禅堂的首座和尚，第一个，你那个道理要会讲；第二个，那个禅定的功夫要好。你要做首座，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但是那个首座和尚哈，后来死掉去做土地公，而且跟他过去结婚的太太，他太太做土地婆，他做土地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他虽然做到禅堂的首座，但是他那个道理不明，而且他去出家是没有经过他太太同意，他太太很怨恨他，然后他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他太太就一直跟在他旁边。然后这件事在这个谭旭大师的《隐尘回忆录》里面有记载。然后后来啊，反正后来因为他太太是跳水死的嘛，后来就一直干扰他，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察觉，后来他就慢慢就一直想死，啊，因为金山寺好像就是在这个水旁边嘛，然后后来就把他带回去，不要在那里了，因为他跳水几次都被救回来，后来就把他带离开，后来还是跳水死。那跳水死他的女儿，因为他们是中年出家的嘛，然后他太太因为他跳水自杀嘛，然后不甘愿，就一直跟在他身边。然后后来他也跳水死。跳水死，他的女儿就，他的爸爸就跟他托梦，他们当地有一个新的土地公、土地婆要落成，就是他们两个夫妻。然后哪一天，那谭旭老和尚，他女儿就是跟谭旭老和尚说，那谭旭老和尚也好像不太相信，后来就去说，他就去看，但是他这件事也觉得很奇怪，他就去了就说，假设你是某某某某人。真的是某某某某法师，好，那么你现在就现出一些意象，让我们证明你是那个。好，后来他马上讲完，啊，他那边有烧金子嘛，那个金子就起一个旋风，卷成一个圈，啊，他说好，那我知道你是了，好，就停了。那么这件事啊，你也会发现到，就是他的那个证件不具足，啊，那你看他也有禅定功夫，一个是有修禅定的。手做和尚啊，一个是有持戒很拘谨的，嗔恨心强啊，啊，那个禅堂的手做有可能是贪心强，啊，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他的烦恼还是重的。那么他这个就回到修行的根本观念，你没有觉察到你的烦恼，当你在怨恨这个人借常住的钱不还，或是这个人。他非常怨恨这个人，啊，都不工作，好吃懒做，啊，那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他都不做，你因为你会比较嘛，那么你就非常怨恨，看到那个人就起怨恨心，你不知不觉的就这样积怨，我们叫做积怨，你不晓得积功累德，你就是积怨累恨，啊，就经常在怨恨里面久了，你修的就是鬼神法。你不知不觉哦，所以这种是很重要的。很多修行为什么修越久脾气越大，修越久越看不惯这个世间，修越久，刚开始修行我发觉是这样的，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大家都有修行，只有我没修行，因为你刚修嘛，所以你会很尊重大家哦，因为大家都莫测高深，只有我一看就知道没修行，刚修行嘛，慢慢修就会发现到，慢慢修一开始是大家都有修行，我比较没修行，因为你刚修你知道吗，慢慢修了就觉得有一些人，多数的人有修行，少数的人是没修行的，所以你会尊重多数的人，看不起那些少数的人，轻视那些少数的人，再长一点时间，啊，10年二十年，啊，多数的人都没修行，只有少数人有修行，再多一点，啊，多数的人都没有修行，只有我有修行，真的，这个是我在佛教界里面看到，基本上那这个时候你就跟鬼神法相应了，这个是不知不觉的哦，所以我常常讲
你一定要先知道第一个什么是烦恼，第二个你要觉察出你的烦恼，然后还要用正确的方法哦。方法不正确，就好像佛陀说的，你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十句咒、百句咒、千句咒，你就要离苦，你就要得什么得什么，那个不是助道法啊。那你透过一个什么法会，你就要完成什么功德，那个不是助道法。这个一定要先清楚。好，所以什么是藏道法，什么是助道法？你看，谭旭老和尚有一个叫做土地公的，土地公是有财鬼、有福报的鬼。那有一个做护法神的，四王天底下那些夜叉大将、天龙八部，很多也学习佛法、好要佛法，但是他看见那一些没修行的人，他生气啊，他要修理他。不要养成，不要养成这种习惯，这种习惯会让你做天龙八部。虽然也在佛法中修行，有功无德，你对佛教有利，护持佛教，但是你那内在的德性、慈悲、忍辱、智慧没有增长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看来看去哈，看到很多人在佛法中的盲点啊。那我们真的要学习佛法，让自己调柔了。你自己调柔了，你才能够让别人调柔。没有调柔，反过来就是什么？刚强。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刚强难调难服，实不知最刚强的是我们自己。那这种刚强不是说你烦恼重，是你非常厌恶那一种烦恼重，对不对？你要知道，厌恶是一种什么？嗔烦恼。极度的厌恶，那个看起来好像修道的洁癖，不是，那是一种强烈的执着。你没有办法利益众生，甚至你会给自己设下障碍啊，这个就是你的障道法。那你要很清楚这一些，真的，很多人没有从这个地方埋着头诵经、持咒、念佛。我告诉你，也不是没作用，石头压草，草根往底下长，它够有力量了，连石头都给你蹦开。我告诉你，你有定有见都不足以调伏这个烦恼啊，这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看啊，所以他说，我说道，我所说道，这个道基本上就是三七道品。如果大家有书的话，就看一下注解，注解里面有第四十个三十七道品啊，因为第八个就有讲三十七道品了，这第八个就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然后等一下再来讲能出世间啊。那么我们说过，三十七道品是佛弟子，后来的佛弟子把佛常说的出道法挑出七类。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七类，像阿那利修八大人愿啊，八大人，后来我们叫八大人卷，阿那利修八大人念，他也是一个出道法，七圣才也是一个出道法，四义由之也是一个出道法啊，他是他一个修道次第啊。好，行是道能出世间，决定可以，你这样修决定可以出世间，你不这样修，反过来就是你不这样修决定不能出世间。那这个是从正面来讲，你要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那你要知道错误的路是什么。从修道的正三果、正出果来讲，断三界、身见，那个是入这个圣凡圣的差别。好，那么你要断身见，你一定要断戒进去，要知道什么是藏道法，什么是藏道法。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你在修藏道法，你还以为修助道法。这很多人都这样哦，真的，我看见很多修行的实在上是修藏道法，他一直以为在修助道法，不对啊。那么这个你没有察觉，你就越走越远。像苦行外道就这样啊，用不用功？用功啊。精不精进？精进啊。有没有信心？有啊。九死不悔啊，给他十九次他还是这样做啊，有用吗？没有用啊。那所以这个是你，这个就是戒进取，这个就是什么疑，
对于佛说的正确道理不能清楚，不能明白，有疑啊。所以你不能够明白佛的所谓的三十七道品的这样一个道理。八正道谁不知道？八正道大家知道，但是有谁真的是照八正道来修的吗？很少。第一个正见就没有具足，真的。那没有正见，你哪里能够起正思维？依正见才能起正思维，依正见才能起正思维。那你不依正见，你起的都是邪思维，叫做世间思维。正见能够出道法，能够让你起出世间思维。那什么叫做世间思维？什么叫做世间思维？世间人想的嘛，哎，你这样占我便宜，我怎么可以让你占便宜？这世间人想的，对不对？啊，一开始啊，我就是要赚很多钱，我的下半生才有保障。世间思维，出家不想的说，不去想说，我看见很多刚出家的，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修行才好，就是我要赚多少钱，让我可以好好修行。世间思维，等到你赚够多的钱，你已经不能修行了，真的。啊，我这个没有，有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等我老的时候，有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都不在了，没有人照顾我，我一定要先赚一点钱，先存一点钱，我来好好修行。世间思维，如果出世间思维呢，我现在趁着年轻要赶快修行，等我老了不能修行了。不是趁着年轻赶快赚一些钱，以后老了好修行，这个观念就是什么颠倒想。趁着年轻好修行而不说不修行，去做世间人要做的事，赚钱，然后让老的时候可以修行。第一个，你能不能活到老不知道，老了你能不能修行？那年轻正有力正有信心的时候你不修行，你等老了你要修行，你以为容易哦？不容易啊。这个就是叫世间，你观念不对，你观念不对，你很难起正思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很多人是这样的哦，很多人是这样。那遇见不好的境界，世间人想，啊，不愿红胚啦，啊，就是你不愿意受一点点委屈，不愿意受一点点吃亏。你能够吃苦，但不能吃亏。我告诉你，世间思维。这样修行，你就是修一百年哦，用十度的水，用十度用火小火煮一大桶的开水，煮一大桶的冷水，怎么煮都不会热，怎么煮都不会热。你煮一百年，白白浪费一桶的瓦斯，瓦斯煮完了，十桶的瓦斯煮完了，水都不会热，为什么？水太多，火太小。你这个道心，你这个出世间的道心太小了，太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佛法啊？大智论讲得很广啊，很广，但是最重要的是还要回归到他教我们怎么修了啊。你看这个是几个重点而已，但重点都在这里。好，那所以这个是四无畏，一切漏尽，一切漏尽前面就是一切智者。有智慧调伏烦恼，真正能够调伏烦恼要有什么？要有道。那道就分成两个，一个是障道的，一个是助道的。那这样才能什么？才能解决问题，苦集灭道。就是有智慧，核心是有智慧解决烦恼。那么这些烦恼断尽，要必须要有助道法。那么你要能修助道法，要先知道什么是障道法。你不要修障道法以为助道法啊，那么把助道法变成障道法。所以这个就是佛说的什么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么这样啊就颠倒走了，颠倒走冤枉啊。你看起来很修行，你看起来很修行，出家越久年资越高，那么权位越高，贪心越重，越不能舍，拥有的越多越不能舍，权力越大越傲慢。那你看会就会看到这样，这样是什么？颠倒走了，世间思维。世间思维跟出世间思维很重要啊。那你有时候要好好静下来想，起烦恼的时候就要想。你起烦恼的时候不想，不起烦恼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啊，那么
那如果你不起烦恼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想，我都在修些什么。那曾子不是有讲吗？吾日三省吾身。好，那么你也不用三省，你一醒就好了。早上起来或晚上要睡觉，坐下来想一下，我都在修什么，我在修些什么，那么我又修了些什么。那么如果你修了这一些，你不要说，我今天念佛念了一万声，我今天做善事做了几件，好，那个都不是重点，那个也是，但真正的重点是我的烦恼有没有减少，我的戒定位有没有增加。戒定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过，戒定位是什么？控制烦恼的能力，调伏烦恼的能力，断除烦恼的能力。这些啊，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去看，你只是数目是增加，我的钱增加的，我的权力提高了，那么这个我的念佛念多少声，我已经累积几百万了，拜佛拜了多少拜了，这一些都是要增长你戒定位。可是比如说你赚那么多钱，你从一万块到十万块，从十万块到一百万，你不去拿去改善生活，你拿去赌博，拿去吃喝玩乐，有一点像这样，就是你的修行，你念佛，你持咒，你拜忏，你种种的用功，没有拿来改善你的烦恼，反而拿来增长你的烦恼。你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样你就变成颠倒走了，世间思维了。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毛病。所以为什么越修越不行？就是因为你没有清楚了解智慧，就是要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修行核心，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正要的方法。那么佛正德的这个，它可以明确肯定跟你讲，因为佛法就是要让你得到圆满智慧的方法，所以叫做一切智嘛。所有的智慧它都圆满，它可以断一切烦恼。从断一切烦恼的这样的能力来讲，他得一切智。从断一切烦恼的能力来讲，他得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断一切烦恼。那么这一切智断一切烦恼怎么来的？就是由修这些助道法，那么不远离这些障道法而来的。这个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所谓这里的这个是讲到这是因为讲到这个第七条这里那他这里讲到圣主住处我们就顺带说也是大智论卷二十五，他说佛自成也那么有时候他就没有翻叫做圣主住处，但是他这里直接翻音译，他说自功德具足圣主就是佛，在很多经典里面他都是大圣主或者什么什么圣主，他就是佛的意思好，那么他说自功德具足，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就是自利利他了。基本上它就是两个，一个叫做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醒已圆满那么这个就是佛。如果你自利不能利他，你自觉不能觉他，或是你单利他不能自利，那现在有一些强调人间佛教的那么他是什么？利他，但是他不能自利那这样也不是。那如果只是自利不能利他，那个就是阿罗汉声闻那所以这个单人利他不能自利，你的利他也有限，那你不能自利，那个就是凡夫那你一直做凡夫，当然从凡夫就要行菩萨道了，但是菩萨道不是一直做凡夫他两个阶段，般若道他一定要先证无生法来成为圣者，他才能更有力的利益众生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自功德具足，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如果佛自安乐利益不能利益众生，不明阿利沙住处我们说这个住处就是他安住在那个境界上若但利益众生他可以利益众生，但不自具足功德，具足一切功德。所以佛叫做什么？万德庄严万德就是一切功德那因为他 万德庄严，所以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每一个相好都是修一个功德来的比如说你牙齿整齐，那就是你说话诚实，那么比如说你身体金色身
那或是你这个皮肤很细啊，那或是你眼睛很好，那么这些都是你修不痛的功德而来的，具足种种的功德啊，所以它是具足一切功德啊，所以叫做一切智嘛啊，一切功德具足。那么亦不免阿利沙住处啊，就是你只是利益众生，但你自己不能利益自己啊。那你很会说法，但是你说的法可以利益别人，你自己不受用，你利益不了你自己，那你也不能成就。那你自己有成就，你不能成就众生，那也不是具足，那也不是圆满啊，就不是佛了啊。所以他这里讲，若自有功德啊，他这里就是啊，那么这个若自有功德，亦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阿利沙住处啊，自己有，那么也能够以这个功德来利益众生。我们的回向就是说，我要修这些功德，我现在修这个法是要具足这些功德，等我有这些功德，我就把这个功德去利益众生。那多数人误会了，以为我现在念一部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有功德，我就把这部经的功德送去给谁？不是这样，是我念这一部经，这部经告诉我修行的理论、修行的次第、修行能够拥有什么，就是功德。那么我这样修，我如实修行，我如这部经所教我的次第，我去修行，我就具足这些功德。等我具足这些功德之后，我就来利益众生。比如说你有慈悲的功德，我就看见众生有苦，我就会主动去帮助他。你有智慧的功德，我就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其实是这样的，类似像这样，我把这部经送完了之后，那么我就自然具足功德。没有，经送完了只是告诉你你要怎么修才能够具足功德，不是送完了就有功德。那么回向就是你自己这样修，依着佛说的经这样修，自己有这样功德，那么因为你当初有发愿，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事，那么这部经就告诉你怎么样让你变得有能力。那现在你有能力了，你这依这一部经告诉你的方法，你修行你有能力了，好，那你现在要去什么？要去利益众生。怎么利益啊？他就有告诉你啊，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利益是来自于你当初的回向，就是发愿，回向就是发愿嘛啊。如果我成佛了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无量寿经啊，法藏比丘发48愿啊，他也是回向，我未来如果成佛啊，我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土，让众生可以怎样修行啊。那他为了要得到这样的功德，要圆满他的回向，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努力修行，让自己成佛啊，意思像这样。那所以这部经告诉你，你这样修会有什么什么功德，不是念完了就有，必须要依着经典里面如说修行。修行之后，就好像说啊，你现在脚没有力，这个骨质疏松好，那现在告诉你，你要吃什么吃什么，怎么运动会让你骨质不疏松好，那你现在知道了之后，好，真的这个方法让我好的时候，我一定要用我这两只腿去帮助所有受难的人。好，那你就照着这样啊，这样吃药，然后运动，没有多久啊，也许是一年，也许3年，你的脚就好了。脚好了啊，你因为你天天回想，如果让我脚好，那么如果让我脚有力量，那么我一定要用两只脚去做更多的善事。好，那你就开始。已经好了，你就开始去做善事。因为什么？来自于你当初的回向。就回向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哈，念完经就有了啊，你也不去吃药，也不去训练，经只是告诉你方法，修行的次第，什么是住道，什么是藏道啊，那要怎么修道，要怎么得道啊，只是告诉你这些，你都不修，那你以为送完了就有啊？就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啊，我送一部，你送一部，加起来就50部啊！送给谁？让他啊健康平安啊，业障消除。没有这种事，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就误会了。你修的是什么？你修的是鬼神法，鬼神才强调这种事。但是真的有吗？没有，没有啊！啊，你要清楚佛法教的是什么啊？那你一直以为我只要这样送完了。念完佛、拜完佛、诵完经、持完咒，
我就有功德，这不是佛法，你以为是佛法就障道。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去追求真正的佛法嘛，你就停在这里了。因为你以为这样做就够了，不对，这样做是不是就够了？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啊，所以他这里讲，若知功德具足，亦利益众生，以是故自成言：我安利阿利沙住处。那这个阿利沙，他就是说，他就是圣主啊。那么第一最上极高，不退不却不没啊。那么就是不会再退转的了啊。具足功德，无所减少啊。那么这个就是阿利沙住处，好，就是圣主住处了啊，佛所安住的境界了。好，我们往底下看啊，来看课本。所以他这里讲啊，欲令人信受法故，因为佛说的法不外乎这四种了啊。你要怎么样得智慧啊？你要断除什么烦恼啊？那你要知道什么是住道法，你要知道什么是藏道法。所以啊，那么要信这一些，所以自言啊，就是言，就前面加个自啊。啊，就是依照上面的说了下来，其实说佛自成言，或是佛自成自言，啊，或是佛自言，啊，我是大师，啊，有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啊，其实就是这个主要是无所谓说的啊，那实力是无所谓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菩萨也有是无所谓，佛也有是无所谓啊，这个是佛的是无所谓，那么先得自在。啊，那么你只要这个得一切智，那就是断一切烦恼，那心就得自在了。能施智吼，能转妙法的。所以你自己看前面有讲嘛，先得自在。啊，那么你具足功德啊，那么你就先得自在啊。那么能转妙法的啊，这里讲啊，就是说自功德具足，那么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那么就是能转妙法的，因为说法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众生，说法最重要的是引导众生。那么我们诵经就好像在听佛说法一样，那么我们要记住佛是怎么引导我们，就是说佛告诉你哪些是藏道法，哪些是住道法，他告诉你修行的次第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每一本经里面一定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啊，他是修人天道的，他是修解脱道的，他是修菩萨道的啊，他是让你不堕入三恶道的，他是告诉你怎么行菩萨道的，专门讲布施的，专门讲持戒的，专门讲忍辱的，好像就很多种啊。那么这个是他有所谓的修行的宗旨跟理论，这是第一个你要看出来。第二个不管是菩萨道，不管是解脱道，乃至是人天道，比如说十三业道经，十三业道经就是让，就是他就是修人天道的，啊，让你不堕三恶道的，啊，那么基本上他告诉你十三业、十二业，好，那你他有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啊，那么修行的宗旨，假设人天道，他一定有修道的次第，所以你要知道怎么修，啊，他第一个要怎么做，第二个要怎么做啊？那么比如说十三业道啊，杀盗淫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取语，不贪，不嗔，不痴啊，他就有一个所谓的修道的内容次第，他怎么修？第一步要怎么修？第二步要怎么修？最后要怎么修？圆满的是什么样啊？那比如说这样啊，那修定也是这样啊。那么人天里面包括戒跟定啊，戒是不堕三恶道可以做人，五戒可以得人生啊，那么十善可以升天，欲界天，修定可以升色无色界天。啊，这个是人天道，那么再进一步还修解脱道，所以他有修道的次第。第一个是修道的宗旨跟理论，修行的宗旨跟理论；第二个是修行的次第跟方法；第三个才是说修行的殊胜跟功德。那么你是了解修行的宗旨跟理论，依着修行的次第跟方法如实修行，如说修行，那么才得到修行的功德跟殊胜。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诵完经啊，像法会刚过嘛，很多人都诵经嘛，啊，再回向嘛，再超度嘛。问题是，你要了解修行的理论是这样，
他不是诵完经就有很多功德，不是很多人聚在一起诵经功德就会增盛，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他也不是没作用，但是作用在哪里？作用在你的心里。你读完这部经之后，你明白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你具足了什么？你舍弃了什么？这一些就看出你有没有功德。就好像很简单嘛，你吃这种饭有没有营养？看出来什么？不是你吃了多少碗饭，而是你吃饭了之后，你气色有没有变好，力气有没有变大，走路有没有变有力？你没有，人家吃一碗饭很饿的，现在有力了。你吃三碗饭，一样是面色苍白，一样是没有力。为什么？你没有吸收，没有消化，那个只吃进去拉进来，只有饱的感觉，没有营养，也没吸收嘛。那每一个人的肠胃吸收能力不一样，有的吸收20%，有的吸收30%，有的吸收70%，有的吸收100%，所以不一样啊。那一样啊，读一本经，有的人完全不吸收，这边吃进去一颗花生，这边吃进去，这边拉出来，你只有一个感觉，我有吃，就这样而已。那你有花生的营养吗？没有，因为吃进去就拉出来了嘛，它都没有吸收，没有消化，怎么会有营养？你读一本经也是这样，念佛也是这样，你都没有吸收，没有消化，你哪来的功德？我问你，那你觉得你又要把这个功德送给别人，能够送给谁？你自己都不受用，就算你自己受用，也不是送给别人的，是引导别人。我是这样修过来的，我告诉你这样修有效。像佛四无畏，我是这样修过来，我告诉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得到什么。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很多人都迷失在我只要诵经念佛持咒，我就有功德，我就可以把功德送给谁，去超度谁，去解决谁的问题。你连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要解决谁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心得自在，能施之后转妙法轮啊，你看就能够利益众生了啊。说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那个众生得利益，得真实利益。那什么是真实利益？真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能够无畏说？因为你非常清楚明白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自己这样走过来，就算你没有遇见这个问题，但是你看见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哪里，你非常清楚明白，没有任何疑问，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于一切世界最尊最上，这个就是讲这里讲的啊，阿丽莎，一切世间最尊最上，第一最上极高，所以是阿丽莎住处啊。那得失无所谓。好，那这个是第七个啊，我们是就第七个失无所谓来讲，因为它虽然是放在第七，但是很明显的，第四的一切智人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这个是初无畏，第一个无畏。就是我是一切智人，这第一个无畏。好，来看第八个啊，来看第八个，他应该也是啊，那么这个四无畏里面的。好，那令生欢喜开藏智取，这个是印顺导师给他一个标题了。他说：“复次，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啊。”这里应该有一个断号。那么言也是自言啊，因为如果就上面这个经文次第来看啊，都是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佛在般若波罗蜜的境界中说啊，就是他在一切成佛时候，佛刚成佛的时候，那么他就具足这个般若波罗蜜，他在这样的境界中说。那么他现在要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所以说是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这里就是说佛，因为这里的龙树写这么多点，
就是要说明佛为什么要说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就在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说佛为什么要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就是欲令众生欢喜故。所以这个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底下啊，还有一个断点，然后后面什么自言啊，也是言啊，跟第七个一样啊，欲令人信受法故。说啊，如果要照前面的跟后面的连起来看啊，应该是这样。第七个应该是欲令人信受法故啊，那么这个说般若波罗蜜言啊，自言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他有时候就省略掉了啊。所以你看第八个也是，复次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啊。他有时候写摩诃般若波罗蜜，有时候写般若波罗蜜，有时候写般若波罗蜜经啊，其实都一样啊。所以你把那个佛世尊欲令众生啊，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个段啊放到第七段来，也是佛世尊欲令众生信受法故，说般若波罗蜜言什么什么啊，那么一样啊，前面也是一样啊。那比如说第四个啊，那么佛世尊啊，有人依佛不得一切智啊，那接着连底下想欲断一切众生疑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言，我是一切智人啊。其实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没有按照那个前面一样的啊，但是他就是基本上这些都在说这个了，都是这样说，他的一个句子的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一样，这里就是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要一个段逗号，然后言就是自言，汝等应生大喜啊。那么这个并不是般若，这个不是般若经里面的话，你这样会觉悟误会，以为是般若经里面的话，不是啊。就是为什么要说这部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自言就是佛曾经这样讲。那这样讲，我们说佛会自己这样说，那么通常来自于两个地方。刚成佛的时候。刚成佛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也有讲啊，刚出生的时候啊，那这个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我来对面度众生的啊，我要度一切众生啊，就这样，我要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啊，这刚出生的时候这样说，还有刚成佛的时候这样说啊，我是一切智者啊，遇见人的时候这样就说四无畏啊，那么是这样子的。那这里说啊，那自言啊，我们说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啊，断点啊，自言，汝等应生大喜，何以故啊？你们应该生出大欢喜。那我们先说来说，佛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法最重要的啊，要让人家信受，前面要什么欢喜啊？这欢喜是很重要的，那么欢喜才能相信。这个就是契机了，不契机就很难契离了。如果只契机不契离，那么也不能得真实利益。那么如果只契离不契机，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没有任何利益啊。那么但是如果只契机不契离，你就让他欢喜，可是你不契离，那你就是鬼神相应、世间相应而已啊。不能得真实利益。那如果只契理不契机，完全没有利益啊。那所以这里是契机的问题，欢喜要先令生欢喜，欢喜之后才能信受，信受才能怎么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了。要先令众生欢喜，令众生欢喜，他才会相信接受啊。然后接受之后，他接受了之后，受就是受持嘛，受之后才能持啊，持就是什么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如说修行才能够得修行功德，得殊胜，得功德。就好像医生跟你讲，你这个怎么怎样，你相信了，你回去吃就真的治病了。或是你这种训练方法训练久，你真的手有力量，你真的脚有力量，
啊，打棒球的要训练手，啊，踢足球的要训练脚，啊，那个射箭的要训练那个手跟那个眼睛眼力。那他告诉你一个训练方法，你要先相信。我们通常也是这样，要买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相信通常就是广告。那广告你要信啊，他要广告到你相信啊，你才会去买啊。不管是药还是吃的东西啦，那一样，佛法也是这样啊。他说，但是他要怎么说，说到你欢喜、相信，你愿意去受持啊，相信然后受持，就是信受啊，然后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如说修行才能够依修行成就而得到修行的功德。那么有这些功德，才有什么？才有作用。功德就是一种作用，才有力量。那你拿着这些作用，拿着这些力量，你才能够做很多事啊，其实是这样来的。那所以这里要先让你相信，而且因为般若经不好相信，不容易相信，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啊，他说啊，假设你弘扬受持这个般若经，被人家毁谤，你不要退心，那是你啊，因为说那我修的是正法，我修的是殊胜的法，我为什么会受这样的果报，要人家毁谤啊？那么你不要退心，那是你过去啊所造的恶业啊，那么应该受苦，现在因为受人家毁谤，那么就怎样啊？那些恶业会消除，你未来会依这个般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从反面的说，从正面的说，你今天看到了般若经，你能够相信，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佛而种善根，啊，来自于是无量千万亿佛种出善根，啊，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不容易相信？那这个就反映出，在当时般若经出现的时候，是被很多人反对的。尤其是部派的这些学者，受一切部的学者是反对的，所以，啊，他这里有说到，啊，我们是要把这里讲一下。他说：“你应该要生大喜，何故？因为一切众生入邪见网，为易学恶师所惑。啊，我于一切恶师邪网中得出。啊，这里先讲到所谓的，其实是六师外道。那么，如果从大圣的里面来讲，就是声闻学者有一些。”只取一切有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啊恶师啊啊，但是一般来讲，佛法里面啊啊，那么主要指的其实就是外道啊，邪见的外道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于一切恶师邪网中得出，实力大师难可直见，就是佛了啊，就是佛如优波昙花啊，那么难得出现。那么现在你已经遇到了啊，那么我随时开发37品等诸身法藏自如采取啊。那我们说过，这个不是佛没有讲37品这个概念，37品是佛弟子根据佛所说的法是念处是正取，因为佛会依据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如果他已经信心具足了，就不用强调让他增长信心，直接告诉他修行的方法。如果他信心不具足，要先让他升起信心。所以四念处没有信，啊，那么五根五力才开始有，啊，啊，四如意足也没有信啊，欲前心观啊，那其实也没有。所以要看依不同的众生，依不同的众生，那么说不同的修道法、助道法，让他成就啊。那因为时间到，我们下一次再从这个第八啊再来详细讲。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